截止到5月22日，60岁以上的人群共接种了961.77万剂，覆盖375.13万人，覆盖率达到了64.5%。完成全程接种的，也就是2针剂的，达到361.2万人，全程接种率62.11%。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是228.31万人，覆盖率达到39.26%。关于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的恢复情况，目前本市16个区有163家门诊呢，已经开始正式的服务了，所以就开始了接种门诊。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常规的疫苗接种服务，而约占了常规接种门诊的40%。其中社区接种门诊105家，犬伤处置门诊26家，卡介苗门诊3家，特需接种门诊29家。